个岛主好了。嗯。结果后来画了，又想说，嗯，那我要画岛主，可是我就想说，太大了很难整理。后来又想说，那我好，那换个车子好了。车子我就想说，那买个那个跑车，而这跑车可能过了几年，它又变中古车。然后我想说，那这样不就一直在换车？那我的礼物又没了。后来又想说，那我这种物质欲望一直会想要新的，一直想要，我就觉得这个欲望不好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心灵的欲望好了。然后我就想心灵，我想，后来我就想一想，我还是觉得只要那种芝麻。绿豆的小事，然后我就能够感到很快乐，因为我觉得快乐应该可以，就是不会就被那些物质欲望占据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只要有芝麻绿豆的小事，然后我就可以感到很快乐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心灵的满足这样。然后我画的是空盒子打开，里面就只有这个那个芝麻绿豆。然后我就一直想，其实这个主题我就觉得我想要什么，会觉得欲望太大了，最后我还是把它回归，就芝麻绿豆的小事，我就可以感到快乐。那我先来啊，好，再下来。